你只要练发力就好了，长球，但是肩膀不要用力，一样还是有点侧身放转，这个动作做放转，把力量摆在前面，这一感觉这边会出力，对，放转放转，这个转拍要做 ，OK， 好，当你慢慢把球收起来，对，开始要练个长球。 右边哦，可以站后面一点。对，放回，小拍放回，对，慢慢来。放回，对，感觉力量摆在最后尾端的位置。对，再来。好，再来，注意小拍不要切到就好。对，很好。那你的肩膀顺着就可以，不要太用力。 好，再来，注意拍面，对，也感觉你的小手臂腕力都有跟出去，对，再来，没关系，只是击球点对不准而已，对，你的甜蜜点要自己抓，但是也感觉力量用到前面的位置，哦，小臂、手腕、食指这个力量要做出来，肩膀不要那么用力。 对，放回，对，再来，肌肉点比较偏上，对，好一点，再来，带切了，哦，很好，再来，对。 可以，再击球点太上面。对，如果你击球点打在上面这一条线，声音也会怪怪的，是正常。哦，甜蜜点的位置还是抓在这个位置。哦，第五条以后，对。 对，来，太上面啦、啊，有没有感觉正在哪里？你会感觉到你的球打到你哪个位置，你会有感觉，所以你会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你的甜蜜点。OK， 所以他们那球太上面。对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对，就是钻那个感觉。啊，一定是打到才有感觉啊，不然呢？不然怎么没有打到就会有感觉？ 没有啊，瞄准，是感，那是后面才感觉得到啊，只是你要抓那个节奏而已啊，还没练完你要去哪里啦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还有5分钟，你要进来过来这里干嘛？坐，继续，太上面啦，所以你要抓等球掉下来一点再打嘛，不然你要仰上去嘛，身体会拉上去的动作嘛，哦。 对，来，再继续，对，有没有感觉前面在出力？有没有感觉尾端在用力？对，你要抓到那个感觉就好了。对，削到，有没有听到切到的声音？哦，好一点。 对，很好。对，继续。很好。对。哎，这个球比较后面，要后退。好，再一排。再一次哦。 嗯，对，
可以。对，声音对了，继续。再。对。在，声已经在上面喽。对，在，在压害品往前往上，在上面，好一点，可以再一个。对，好，一人再跑20×2，全场单打。对，但是处理什么都可以。20×2，我会发慢一点。打完每一颗回中间预备。对，要抓。你们要打到这里哦。我知道。对对对。我自己。你不能抓在这里。瞄准这里，他才会打到这里。哦，好，是。20×2啊，20完先换一个人好了，不要打太多。来，一人最后两排，做完才能回家。19×20，哦，米字步伐不固定，哦，米字步伐，好，慢慢来。对，好，我会发很慢，不要急，位置自己跑好，不要急，练习一下跑动，左脚右脚。来，左脚右脚，很好。来后面，来右边，左边，右后，慢慢动起来。左前，哎，小跑小跑，来再，再是右左右左前，左后，步伐跑起来。右前，左边中间。右后脚尖动起来，左前，左后，右前，左前，右后，好，换人，休息一下。